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琪，我来自中国，今年19岁，现在是一名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大学的大三的学生。我的老师是 Claudio Stansky 先生，我们现在有一个跟亨乐出版社合作的一个项目，接下来我会为大家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，我的教授也会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这首奏鸣曲，欢迎大家收看，谢谢。